西，来吧，奇门遁甲，做出你的选择。我们奇门遁甲永远都喜欢选西，是不是一开始都知道了答案？林北大师也选西啊。老师打不开，因为不是这一台。灵能的挑战猫咪版。欢迎收看灵猫的挑战，我是主持人九路痛皮衣好热。我们邀请了各界灵能猫来挑战，但我们没有要看什么猫咪手手雕像水，时间直接马上放个意义不明的片头曲吧。猫咪都在瞎掰，我只说个明白，为了找到大猫我们都在徘徊，才不敢傲着说有个后裔女孩，反正其实是挑战是最悔改。总之现在开始挑战关卡，本节目总共两关，第一关顾着吃，因为没钱租计程车，现场只有三个箱子，挑战者要利用自己的灵力查出哪一个箱子才有猫咪零食。那么第一关马上开始，我们请我们灵摆大师小黑老师，请开始你的灵摆吧。他很会摆，他开始灵摆了。哦，他选了中间这个。哎呀，灵摆大师选错了。你觉得你选的是对的吗？请问邓甲雷干嘛？你帽子掉了。请问邓甲选一个啊。林百大师打哈欠，林百大师选择了 B， 奇门遁甲选择了 C。我们现在公布答案，这是 A， 哎、欸，没有啊，空的。林百大师下来一下，哎、欸，也是空的 ，C 吗？都是临时。你看林百大师，你要去哪里？都在选项 C 啊。我们的奇门遁甲，恭喜你得到那一口的灵光，开始吃灵光啊，获得我们的灵光。哦。他把它叼走，不要咬到地上吃啊！你很喜欢哎、欸，奇门遁甲吃的到处都是。现在要进入第二关，第二关命根纸，从现场的三个用纸包住的罐罐之中，猜出哪一罐是那一口的德国无骨主食猫罐。如果猜到的话，这个灯就会亮。好了，开始。A B C， 来吧，奇门遁甲，做出你的选择。我们奇门遁甲永远都喜欢选 C， 是不是一开始都知道了答案？林北大师也选 C 啊。老师打不开，因为不是这一台，变成林百大师选 C， 奇门遁甲在 A 跟 B 之间游移。你等一下都可以去小房间跟别人对答案了。A 还是 B？ 好，你选 A 哈。A 是错的 ，A 是错的。所以刚刚他们两个选的才是对的，哎，真的是 C 哎！哇，好棒好棒好棒！获得了我们的灵光。哇，恭喜！最后确定真正的灵猫大师就是体质敏感的喵门遁甲，呼呼。那我不呼呼可以认识红衣女孩，一起好好结婚，赞赞。话说先跟九妹说对不起，片头曲歌词太坏了，我不敢放完整版，如果有机会我再放会员影片，赞赞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